腓立比书第四章。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，你们就是我的喜乐，我的冠冕。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。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。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，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，还有格利勉，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，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我再说，你们要喜乐。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，主已经尽了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弟兄们，我还有未尽的话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行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、所领受的、所听见的、所看见的，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，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。你们向来就思念我，只是没得机会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，原是美事。腓立比人啊，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，论到受受的事，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，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，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攻击我的虚用。我并不求什么馈送，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，归在你们的账上。但我样样都有，并且有余，我已经充足。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，当作极美的香气，为神所收纳，所喜悦的祭物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。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，众圣徒都问你们安，在凯撒家里的人特特地问你们安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。